门中照户不周，我让他们送些茶来。有事不妨直说，茶就不必了。老友相见，饮茶叙旧，不过分吧？还是说正事吧，你来，自是有话要问我。 结盟的事，寇家怎么看？凌渊抗争百年，都是为替先辈袭清叛党的罪名。此刻若是与云台结盟，自是绝处逢生的良机。那你呢，亚楠？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叫寇连衣。这不重要。 我是寇连衣，我只想为寇家好。既然是要结盟，我也想尽尽地主之谊。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云台的月色如何？ 要不，我再叫两坛酒，等你喝醉了，我再背你回来。走吧。